传令，毁墙！我方坚守城池，城墙所有器械出动，拦截住天斗帝国先锋军，绝不能让他们过河。料到你们会回桥，无所谓。一群蝼蚁。全军撤出河外500米，撤！老师这是想……拦截天斗大军的任务交给你，我去拦截唐三。噬魂蛛皇第六魂技。前辈，请助我拦截比比东，我需要点时间。交给老夫。哎，对，非得让我来。古龙出海，林长风醉逍遥，扶摇三尺。风从有空间撕裂，深渊斩，地球魂境古化石龙赢。很久没见过古树这一招了。水之能量的神，在海神候选者面前企图用护城河水来阻挡，这可笑吗？虽然我还不是海神，但想要凭借水来阻挡我军，白费力气。阵，众神，
螳臂当车。宗主，宗主，海神之心附带技能，探海狂涛。哇！天道地火，竟敢杀我两名宗主！唐三的实力依然堪比半神。